行这条路到底是对唔对啊？啊，行到安尼深山哪来？头家娘，应该就是这间啦。这间哦。哼。来去来去。好。头家娘，你哪来啊？啊，我都想讲吼，阿妈之前真介意你，啊特别照顾你。啊，伊今嘛吼，代志处理了啊，我嘛应该来看你啊。想要看我，就去信从弄就好啊，哪会专工走去抓啦？应该啦。啊，还是讲，阮等下咱去内底坐坐哈。当然会当，内底坐。哎，头家娘，请坐吼。多谢哈。我来去停茶。多谢。来，请用茶。恁有人家吼，杯仔有一点仔气架，就淡掉啦。阮家就较散啊，下当因弄就无用啦。人家甲恁家无共啦，人家有头有面，有社会地位，迄规矩吼是足济啦。啊，我这个人吼嘛不哩啊古毛啦，人家的饭碗嘛毋是清清菜菜的人，会当捧得起的。阮老家三毛三，啊，不过嘛无凊彩，是清清白白的。其实吼，我一直想要甲你讲，恁阿母吼实在足贤教查某囝啦，迄家家吼，唔管对啥物人，拢敢大细声讲话啦。阮阿母有教我教，有话哦就照实讲，莫恁弯弯翘翘给人用。那是有地是头家娘的所在，也请你加原谅。你只是信昌洞的员工啦，我才凭啥管你嘞？你莫替信昌洞吼，地是人客就好。头家娘，你是要讲啥物就直接讲就好啊。好啊，真简单啊。我选新妇吼，有我的条件啦。你莫叫是讲吼，你有阿妈讲迄几句话，你都有法度做红红啦。我甲家俊是真心的，唔是你想的安尼。我唔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啦，你一定爱知影你家己的身份，勉强是无好结果的。为你变作你爱。追到你。